小玉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忧郁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我爸。我先上去。一起吃啊！直接假崩了。我是他们家顶楼加盖的房客。哎呀！不用坐。爹，爹啊！平常的起居都是你在照顾。 连他们的生活开销也都是你在支付，一般房客应该不会这样哦。新年快乐！你想你做汉做，我应该都阿多等阿西，那是不可能。警察开门！那个人不能相信啊，他是我爸爸。他不是。另外，不要睡着。 你以为你删掉我们就看不到吗？现在是威胁我，我希望他见到我要叫你痛苦。那为什么你不跟我讲真正的事情？我没有办法让他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成长。我全心全意爱着这个孩子。把双手举高。这会有分什么正常还是不正常吗？不要！你可能会碰到很多。 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我们跟警察说，走。我不要了。可是你一定要记得，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错。